的螺丝给松掉，这个位置松开，上下都要松开啊，松一点就行了，不要完全松开。这边下边这个螺丝松到这个检查器可以晃动的时候，然后捏着咱们这个前闸，捏着咱们前闸，好，锁紧这上面上下的两颗螺丝，稍微锁紧，不要完全锁紧。好，之后看碟刹盘，看碟刹盘跟来临片之间的间隙，尽量把碟刹盘调试在来临片的中间，这样前轮启动的时候就不会有摩擦声了。